扫乱。那时候帮 TikTok 谈了一年多，然后一年多后来他们要发片，第一次在自己的练团室录吧，就是之前像我录音的话，我都是在录音室，在老王那边。大一点，全部再大一点。只是那时候一刚开始录进去的时候，我会觉得，哎，声音好像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。那我就是最近有听到，就是录音后来拉回来的东西，我就觉得蛮好的。就是哎，自己东西可以做到这样还不错。这样，小茶这张的话，它其实用了很多很另类的东西，可能他去录一些像电钻的声音或者什么，去做一些噪音的部分在这里。他注重很多细节，或是他是主要的创作人，所以他会要求，哎，我歌桥段要怎样要怎样，他会比较有想法。这地方第二下很难，然后停一下。但对我来说的话，我觉得为什么我这个桥段我要弄什么效果？但他是蛮不爽的，但他这样会导致他歌曲的细致度会比较细致，细节比较多。好，这首歌录完了。下一首了，下一首，要休息一下吗？不用不用。其实最喜欢的还是在两期的之前这个时刻，应该算是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主打，但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有情绪。对，每次弹我就觉得，这首你会情绪比较容易在里面。